来，各位同心，各位同志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您当时捌中华民国？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听到？什么时阵？你的脑海来讲吼，你是中华民国的人？我问过一个较简单的啦，你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还是安怎摕到的？知影人举手，知影讲你摕到迄个中华民国身份证是啥物理由？总有一个理由嘛，对吧？啊，你拢唔知影吗？啊，我满十四岁，啊，你满十四岁，你若无摕到美国的身份证，然后一定要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因为中华民国伊有一个法律嘛，对十四岁以上拢要发到身份证。问题是讲这个身份证你拿到的时候，第人权公约来的人权的公约来的。讲你这个身份证要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，你的国籍一定要合法；第二个，一定要你自愿寄完呐。啊，第三，你要个自愿，自写自己的字，家己讲好，我要做这个中华民国国民。第二，讲你家己列自愿自弃的字，自愿，同样合法。来在座各位，你有甲中华民国签一个讲，你愿意做中华民国国民的人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无的，请你举手。奇怪呢，你拢无呢，我嘛无呢。啊，无代无志发一张号啊。啊，所以伊发这张号咱的时阵，伊是伫1946年1月12号，伊用。行政命令叫做节餐第01297号文，来，那个文给你看，你看，这个文真早，你来看，古啊哈，啊，你顶回你要想想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有无？所以你一定，恁未感觉很奇怪吗？啊，过去恁读的课本内底讲你是台湾省。啊，是要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因为迄个时阵，按照战争法，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去予伊占领以后，占领军入来内底时阵，要设两个组织，一个就是台湾民政府，另外一个叫做台湾军政府。啊，这个民政府，就改就。把你变一个名，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在什么时候变成台湾省政府？你知道不？1947年6月15日，佮变作台湾省政府。啊，现在变作台湾省政府，因为1947年2月28日，台湾的精英大屠杀。受过差不多受过高迄个大学以上的教育，拢总台啦。你礼拜杀偌济人，恁知无？恁有看卖啊？你也看卖吼，台湾人有可怜，到今日为止，到今天，无人知影讲你礼拜死几个人。恁知影惊死吗？郝柏村伊讲吼，没有多少人，只有几百个。我跟恁讲。咱要讲这话，一定要有一个证据。1947年发生以后，经过15年，1962年，1962年的时阵，新议会，迄阵已经有新议会啊。新议会的警政署长回答省议员的质询，伊甲问讲，请问，因为日本时代替咱台湾人的户口做甲真好。就是讲，你若出事，马上就去登记，啊，你的死亡就给你登记死亡。户口普查，当时的户口普查，有户口，无迄个人的，全台湾有12万6000人。
你为家你就去知影，你礼拜四几个？你记得我头拄啊昨就甲恁讲，靖国神社内底有39,100名诶台湾的英灵伫内底，126,000个扣掉39,100名，嘛还阁有7,000-8,000。所以我会甲恁甲你很肯定的甲你讲，上少死7,000-8,000人。迄当台湾的人口偌济？600万，600万死7,000-8,000人，差不多是1%嘛。但是唔是安尼算的呢？一般来讲，以前的家庭，一个家庭内底拢5-6个以上啊。像我阿嬷生12个咧，我想恁的阿嬷嘛，以前嘛拢生生足侪。日本时代拢讲讲鼓励讲生哦生哦。死足侪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来看，1%，那个1%会影响几个人？上少上少啊，要乘以10啊。所以全台湾差不多是一家庭内底啊，有10%啊，处理有人去哦，国民党228的时阵，把你牺牲掉去。即摆甲想讲，是安怎去当中国民党要台？迄无理由的呢，迄为迄个家人甲高阳上花吼，都机关枪开始扫啊呢。因为咱真侪人，因为迄当阵，因为扫扫以后啊，开始个白色恐怖，开始38年，戒严38年，白色恐怖，什么叫白色恐怖？就是讲拢无理无由的，暗时甲你弄门，请你来警备总部。啊，就无当啊！啊，无就甲你掠去关。台湾人伫迄种个环境之下，落尾啊，足济人拢会甲你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到今日迄个影响，还佫伫咧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迄当阵偌凄惨，啊，佫迄当偌尔恐怖。所以，我头拄啊甲各位讲，你即个身份证。是1946年1月12日，1946年的1月12日，你想，日本天皇甲当时投降，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1945年9月7日，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1号，第二条要求蒋介石来台湾接受日本军人的投降，所以伫1945年10月7日，迄一天。伊甲你宣布讲，迄是台湾光复节。其实迄是因中国人，因中国人的节日，毋是咱的。咱战败，咱哪有光复？咱输啊！1945年10月25日，啊，过来1946年1月12日宣布台湾人的国籍，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。啊，经过偌久？10月25日甲1月11、12。2个月尔，迄个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签，伊将咱台湾人拢变作中华民国国籍的时阵哦，马上英国和美国抗议3次，迄3次又发表白皮书，就讲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签，你哪会知影讲民军要将台湾交你中华民国？所以你的宣布。无遵守，所以蒋介石就派人去日本，甲麦克阿瑟报告。伊讲：“你免受气啦，我为着要较好的管理啦，啊，所以才宣布。但迄个较好的管理要宣布，到今日为止，都不爱走呢。所以你唔通笑呢，伊不爱走，啊，这是老天的命运啊。伫迄个时阵，1950年6月25日，汉战爆发。6月27日，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，因为还未签旧金山和平条嘛，你哪知讲台湾要哪处理？所以伊伫12月的时阵派麦克阿瑟，1950年12月派麦克阿瑟来台湾。麦克阿瑟来台湾的时阵，蒋介石头脑麻痹歹，伊叫迄当阵省议会议长，迄伊安排嘛。
叫做黄雕琴。黄雕琴吼，就是新野人啦，啊不，磨刀啦，磨刀人啦，啊，咸水哦，啊，都磨刀，敢不是？不是啊，咸水啊，哎，奇怪，啊，无同吼，哦，啊好，好，与历史顶关是安尼写，蒋介石派黄雕琴去甲麦克阿瑟讲，伊甲麦克阿瑟讲一句话，害咱台湾到今日还搁伫，还搁伫生活炼狱啦。伊安怎讲呢？伊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要求这句话，人美国吼，迄国门甲写落去。所以迄个时阵以后，美国人就拢将你台湾人甲你当作中国人。伊认为讲，你这台湾人想要甲蒋介石合作，要等于中国。但是美国伊本身伊会同意无？伊无同意，因为战争法有一点规定，就是咱初级班一定爱读的，就是啥占领未使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占领未当移转主权，所以伊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第一，伊违反战争法，将咱台湾人讲的语言，甲你禁止。我嘛以前叫禁过啊，罚过钱啦。哦，你若讲台语，伊就甲你罚钱，啊罚一工啊两工，恁我想恁在座毋捌去罚过牙齿，好，我年龄不要紧啊，拜托啊，无你想要搁创啥？我要十八岁好啦，还搁青春呢、啊。不过咱听人讲吼，我毋捌去罚过啦，伊去当阮阮爸爸是督学，无人敢甲罚钱。但是呢，大部分的台湾人拢去罚钱，因为你一定吼、哦，伫学校内底拢会讲妈妈的话嘛。按教导你来讲，这战争法有规定讲，你袂当讲改变主权。所以中华民国可恶的所在就是，伊讲北京语是咱的国语，所以我足讨厌讲吼，都爱讲国语不对的。当然啦、啊，语言。无什么要紧啊，语言是一种沟通的工具。考的是考我讲吼，学校拢甲你教育讲吼，讲台语是无水准的啦。啊，就系啊，那么囡仔拢不爱讲。啊，就变作即马现主是变作囡仔伫学校读册等于出来，甲要阿公阿妈要讲的啊，无多讲啊。所以呢，咱逐个人等于出来的，爱尽量鼓励囡仔讲台语，像我囡仔。你若不爱讲台语，饭都不爱给你吃，我都不爱给你零用钱，看你命了。啊，就一定爱讲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是一种的文化，是这占领未当移转主权。叫咱做兵，那是绝对唔对的。你想，美国是去当成台湾人的敌人，中华民国甲美国同盟国，所以美国嘛是，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咱哪有去做兵的道理？好佳哉！2006年10月20日，咱告美国以后，这个情形才将佮转过来。啊，是啊，咱佮转过来，因为伫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宪法，明治宪法，予咱台湾人的地位，佮伊本土的日本人的地位，拢总共款。台湾人叫做日本台湾人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就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。啊，这个也做土地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讲的这点你一定要记，因为早晚台湾人会知影这点。美国即马是开始一行一行拢在甲你发表，在甲你拍开，互你去看。但是台湾人受的教育是日本窃占台湾，有啊？窃占什么意思？偷窃嘛。啊，什么人要认偷摕老爸？大家嘛不爱啊！啊，所以这少年啊，听了讲，吼、哦，日本，咱等于日本，我不爱做日本人。我跟你讲啦，不是你要做不爱做的问题啦。我问你咧，哪讲会当敬啦吼？啊，你干脆大家拢去敬王永庆做老爸就好啊，对不对？老爸会使敬无？会使敬的举手，啊，未使敬的举手。啊，老爸会当放弃无？老爸更加歹，你嘛只有讲爱着我的老爸，敢毋是？但是问题是讲，
这个国际法的内底，讲咱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管辖下的一块土地，所以我当是安那美国来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，其实台湾人不是无国籍，台湾人是有国籍，只不过是即马在占领中，迄个地位啊，叫做limbo悬空，哈、哦，悬空啦、啊，是美国甲你占领中啊，悬空。所以我常在讲吼，中华民国有一个行宪纪念日有无？当时12月25号哈，啊，迄是一片谎言呐、啊。啊，4月1号甲讲啥？愚人节，多两个多点多，所以后摆我们的行宪纪念日是当时4月1号，啊12月25号是愚人节，你又骗60年啊！所以迄天是真真正正是愚人节，因为先讲愚人节，迄个时阵台湾这个土地并无包含伫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啊，所以坦白讲啦吼。今日所有的什么刑法、什么外国法，拢无管台湾人啦。你台湾人都无理，咱哪有可以管着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啊，讲到这個，我问你咧，中华民国因为战争，甲囡仔要相拍，无啥共款。囡仔你相拍的时阵，要相拍以前会甲你讲，我开始要甲你相拍，有无？看完，十波问看卖，十波有无？你要相拍以前，拢会先甲对方讲：，我要开始甲你拍，有无？啊，若有诶人举手，拢无嘛吼，啊，无会举手。啊，你毋捌相拍嘛？哦，你好厉害，毋捌相拍。我甲你讲，国家甲国家要修建诶进程，要有一个宣战。来，我问你问题：中华民国有向日本宣战无？你感觉有诶举手？啊，无会举手，奇怪呢！恁课本拢读迄段，中华民国的计历史教育，甲你讲哦，迄、那个蒋介石向日本宣战，阁徛白马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，有无？喂，我囡仔时阵听了看了这段哦，哦，足佩服的呢，迄真的是伟人呢！废除不平等条约，来，我先问你。不平等条约也好，平等条约也好，可以废除吗？会当废除的举手，未当废除的举手。啊，唔知啊举手。当然啦，不可以废除。你甲恁翁结婚以后，你讲哦，迄、那个结婚无成，迄、那个结婚证书，我明天把它废除，会使无？未使哩嘛，你就是要废除嘛呀？爱办手续干唔是？啊，所以平啊过来，战争以后所签的条约。绝对是不平等，你听我，战争所签的条约，哪有那个平等？平等条约就免签啊。战争战输的人足凄惨的呢，战输的人战赢了，跟你讲来，我为着要跟你战争啊，我损失偌济，啊，我死偌济人，你也给我赔几亿，你安那，你也给答应。所以，琉球迄当阵。在1945年4月7日，美国开始甲攻，啊，占了以后，落尾这琉球在1972年5月15日，行登去日本的时阵，日本政府赔钱呢，赔偌济？赔偌济？3亿。日本政府赔钱呢，是安怎？因为美国甲讲啊，因为我为着要拍你琉球，我2000几只的啊做军舰，啊死偌济人，你来赔。1972年3月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概念是啥？韩国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后尾啊，韩国独立的时阵啊，日本赔予韩国，才赔1亿多，1亿2000万，就是1亿5000万尔尔。迄张琉球赔买甲3亿，所以你啊想看咩啊？台湾有一天要等于日本天皇的手下的时阵。爱赔钱吗？你感觉爱赔钱吗？爱赔举手，啊，唔免赔举手，啊，唔知爱举手，你足奇怪呢。人甲你拍，人有开钱呢，
啊，你见赢见输，你要有一个观念啦，见输一定要赔啦，你要赔啦，所以你一定要赔。但是吼，不要紧，即马都爱算嘛，我爱赔你对不对？好，你算，爱赔你偌济，你敢算我？我算头脑袂歹呢，我甲你讲，爱赔你，当然爱赔你。但是我甲你请教，你美国爱赔我台湾人无？你中华民国去买武器，什么人立钱？台湾人立钱呐，有无？你有立钱的举手？税金啦，对啦，巧。喂，为1952年到即马，看咱立偌济钱啊？来来，算个清楚。啊，毋是干那算清清楚尔呢？你有做兵无？有做兵的举手，爱赔你。啥呐？你甲做两年、做三年有啊？爱赔。战争法有规定啊，我毋免去替你做兵，我乃着走去做兵。啊，你无做兵，阁掠鬼呢？迄拢爱赔啦！我甲你讲吼，美国即马说我，美国真头壳疼啦。伊吼要赔啊，毋是毋赔啊，毋是。啊，你毋赔，我用国际法啊，用国际法庭啊。啊，阁有物件爱赔呢？即马无爱讲，足侪。啊，所以美国伊即马第一，咱甲讲，你先尽款还我。伊讲你训练4000个，啊，你有台湾人来接我尽款无？较即马无咧，有咱即马身份证有超20000分啊，但是捌法律有来训练呢，初级班呢超过5000个，高级班呢差不多是3500或者600，但是有登来点招诶，还不到3000人，靠近3000，所以欠1000人。啊，你也讲啊，啊，我年纪遮大啊，敢未当做官？我甲你讲，即4000个。刚才这4000个叫做革命先行者，革命先行者没有年龄的限制，做到你歪走那一天为止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拍拍手吧，你赞成吗？但是我们这前以后，我们也会规定退休年龄赶快65岁、啊、但是你都没有永远不用退休，所以加油你哦，活愈久，领得越多，啊！所以即马少年啊来，你是有呢，很羡慕呢。啊！所以有个人讲，竟然讲含迄小学去带来，我小等嘞，小等嘞，小学无准省啦，迄个还未读历史嘞啊！所以上少爱啥爱啥初三还是高一以上才能才可以来受训。过来，中华民国无向日本宣战，迄当阵蒋介石伊讲。在1941年的12月初9，伊讲哦，他向日本宣战，有无？你会记得无？你课本有写嘛？敢毋是？你敢知影？蒋介石没有宣战，你要看证明无？要看伊举手。好，来，互你看一个证明。国民政府，听好哦，毋是叫做中华民国，叫做国民政府。对日本宣战的布告，这个布告，迄阵国民政府的主席什么人？林森啊，林森啊，啊，现在蒋介石坐下，行政院院长，行政院院长可以宣战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！以前啊，咱的课本甲你写讲，伊甲你伊向日本宣战。伊要创造偶像，不平等条约伊甲废除，怎么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呢？条约签了都爱遵守啊，谁都没有资格讲要废除不平等条约。啊，你有看无？爱向日本宣战，这是国民政府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中国有几个政府？有几个？上面两个，4个，你有惊到无？迄当阵的中华民国的政府，还佫一个中华民国的政府，伫对南京。啊，什么人？迄当阵，汪精卫。汪精卫啊，向美国宣战。咱拢课本拢无甲你写啊。汪精卫
向美国宣，所以当时哦，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，啊，汪精卫向美国宣战，啊，个，啊个一个政府叫啥？延安，毛泽东，伊嘛向日本宣战，啊个一个溥仪，满洲国，伊嘛向美国宣战。你也想看卖吼？所以讲中国，中国一半向日本宣战，一半向美国宣战，啊，到底对一下一对啊？见你啊，才对啊。所以咱即马读个课本呢，拢是引导下的，所以咱拢读到记忆历史。所以日本的课本来的一下下，因为我没有侵略中国，我只不过是在中国进出，入去搁出来。行啦，你无宣战嘛？宣战要有一个条件的呢，要正式宣告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迄、那个时间埋下呢，我全面对你宣战。啊，这内底你啊看有写无？什么拢无写啦？什么我为什么和平啦？拜托拜托，迄、那個、做这款文啦，迄、那个所以日本人看到这款文，我根本就不用给你回应啊。所以严格来讲啊，中华民国都无资格签迄个和平条约啦，他没有宣战嘛，干不是？所以你既然没有宣战，宣战伊要甲日本要求讲爱赔偿，爱赔无？免啊，没有宣战啊，在法理上那没有地位啊，免赔。所以，但是咱台湾课本讲啥？蒋介石哈、哦、对这个中国哈、哦、啊以德报怨呐、啊。啊，无要甲伊要求钱啦！啊，遐讲日本啊，嘛咧欢喜噶。所以我只甲日本只历史变哦，日本人看日本人拢惊一条呢。哎、欸，啊，蒋介石就那安呢？望恁的崇拜错误啊！咱伫这个所在，你谈是爱读真真真正正的物件。然后，既然有战争，啊，都赢有输，输的爱赔赢的，还是？战争法来的规定，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，咱怕输，所以咱赔。迄当阵有人有人咧安尼讲啦，伊讲买知影迄当阵吼，和美国来打台湾，迄当阵打台湾吼，无定台湾人会死一挂，但是未后摆像今日安尼这样啊痛苦。迄当阵日本嘛调迄个关东军。在那个东方哦，两输的关东军来台湾呢，打仗啊，美国来登陆的时候要跟他拼。但是当初尼米兹啊，尼米兹是讲要打台湾，麦克阿瑟伊讲唔通打台湾，要跳岛战略，就是讲跳过台湾去打迄个琉球，因琉球较小嘛。后尾啊，杜鲁门。相信麦克阿瑟讲的，所以先去打琉球。啊，即马琉球现准是已经变作日本的一个土地。来，我问你咧，琉球即马和日本是日本的一部分，问题是大日本帝国，咱迄阵是叫大日本帝国，即马叫做日本政府，这两个政府有共款无？有共款无？理由呢？哎，哦，名是无共款，唔是安尼看，爱看啥宪法？麦克阿瑟改修改两条宪法，第四条甲第九条。宪法只要修改以后啊，这个国家主体就改变。虽然还是日本天皇做主，但是就无共款啊。所以呢，今日的大日本帝国甲日本是无共款。因此，你唔通伫遮上课了后，你就讲哦，秘书长讲咱是日本人，我开始甲日本政府申请护照，你绝对去拍枪，是啦。伊讲歹势，你袂当向日本政府申请护照，你若要申请护照，爱上爱向上大日本帝国申请，爱向天皇申请。啊，但天皇会考你无？会考你，但是。你没有办法见到他，捌天龙的牙手，咱拢无人捌天龙啦。啊，所以这个时阵，所以美国一个讲这个条件，讲害啦。
啊是变去拜天皇，啊变了日本天皇知影，有方法无？有方法啦，来，什么人？你有什么方法？哦，你搁杀我啊！我咧甲你问，你搁杀我啊！我讲有方法。日本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号，所以三年前，咱每一年拢派150个人的医生去日本，该接受。去日本的时阵，咱先去靖国神社去个参拜，然后12月23号去日本天皇皇宫的头前，该接受，该发万载。咦，啊！不过日本人甲咱的面看的拢同款，甲伊若遐远来看拢同款有啊，是不是？爱有方法对不对？咱头脑嘛袂歹，咱拢穿制服，咱的制服是乌色的西装，啊，银白色的领带，150个徛做伙，有兄无无？因为日本人伊无可能拢规个拢总穿，像咱这么大个。穿到五彩缤纷嘛，但咱拢穿乌色的西装，啊，翘到顶，啊，提旗啊，咱哩旗啊，什么旗啊？咱台湾民政的旗啊呢？这支旗啊，含日本的旗啊，跟我同款，无呢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有历史以来，日本的皇宫，除了着这支马路啊，马路就是伊啦。玛丽红的这个这支旗啊，会当在日本皇宫去举起以外，任何旗啊拢袂当入去。但是三年前，咱摕这支旗啊，互咱入去。我来讲，这内底有代表意义哦。什么意义？日本天皇承认台湾是伊的，只不过是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甲日本天皇的权力甲。甲拔起来，你袂当讲。所以伫咱要去的以前，差不多2礼拜，咱有叫人将咱的所讲的这代志，专工送去予日本天皇。迄个人就是日本天皇，伊为幼年开始甲伊大学的同学，就是明朝，明朝是啥？第三任的台湾总督的后代，叫做明史。即嘛是一个画家，咱提伊开，哎就知影，啊所以知影以后，咱去的时阵啊，有两个官啊，两个官警察伫遐咧管，拄啊迄个头一个官呢，咱要提伊旗旗啊，伊蛮好咱提住，用歹势，皇宫干来当一个旗啊，但是干来到第二官的时阵啊，宫内厅啊，打电话来第二官的警察。甲警察讲，迄支旗啊会使入来。哦，咱大家听着有够欢喜，用撞的啦，撞等于迄个车底吼，撞遐旗啊拢摕出来。啊，咱去的时阵哦，很奇怪哦，咱连续三年拢拄拄好徛伫天皇的头前哦，30公尺的所在哦，是安怎？你知影伊哩伊要伊的生日哦，拢有请20000几的日本人去甲祝寿。那遐拄啊好，每一届拢咱徛伫个头前，是安怎？你想这有安排啊无？安算你巧啦！你若讲无，迄绝对无可能偶尔，迄个偶然呐、啊。日本天皇叫警察甲咱带队伫头前先到，拄啊开始人大讲，啊你袂行较紧嘞！啊，行到头一摆吼，行有够慢呐、啊！啊！人别人行足紧，直直拼过，直直拼过。啊！咱的动心吼，都紧张啦，怎么不走快一点？原来伊是超过伊，好遐行较紧的人啊。可比讲，伊这个面遮大啦，啊，行较紧的，位边开始摆啊。啊！伊行到位，多少都伫日本天皇来30公尺。啊！所以，这个你看哈，这2011年，这个岛。这个图拄啊出来，头一届出来的时阵啊，头一届日本皇宫头前有这支旗啊，
但是足奇怪呢，计算下报纸一日甲拍开甲看讲，嗯诶，那种装日本机，咱无咱的机啊。原来日本的记者报社，伊唔知啊。伊讲咱会使有别人的机啊，哎嗨啊嗨啊，讲那天遐会会处分呐。原来日本的记者，日本甲中华民国差不多啦，会伪造文书啊，将这个机啊弄擦红的，规日弄个擦红的。啊！这七人的是咪看来敢那日本旗有无？咱就甲抗议啊！我你伪造文书，含你日本都会作假。啊！这第二年起来，第二年相片你看，2012年，这2012年，这2012年的旗啊，你有看啊？有够济无？有啊！第二年哦，咱就公公人人大大方方摕入去，摕入去唔拿安尼尔，佮分予日本人倒去啊！你有看哦？啊，第三年，2013年，搁较厉害，搁吓，咱算咱台湾人拢真头脑拢袂歹，尤其是台湾人，民进党拢头脑真好。你安尼吼，啊，有人看无嘛吼，干脆含这个机啊拢来行去，你看哦，这个机啊，你看，台湾民政府二车，你一个行去，全世界拢知影台湾民政府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即马伫全日本啊，非常有名。啊，你有看无？啊，过来，毋是安尼尔呢？你来迄镜头甲向日本天皇迄个所在甲看，日本的皇后甲日本天皇讲，甲日本天皇讲，头前当你听袂到啦吼，但看伊迄讲话，甲日本天皇讲，你的头前遐穿乌衫迄阵人，拢是你的子民。叫做台湾民政府，所以日本天皇佫特别佫挖过来，佫伫咱那边甲咱挥挥手。啊，所以我甲美国讲，日本天皇已经同意台湾会当家己处理家己的问题啊。用上讲啊，无你看相片啊，日本天皇挥挥手啊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啊，美国就笑到要害。啊，不过，咱一步一步。向头前去行，所以即马呢，即日本人，即马日本哦，最近哦，开始台湾的国际地位哦，因开始知影，因开始呐，写的册内底，拢甲以前无共款。以前讲台湾是中华民国的，中华民国是中国，伊即马无安尼讲啊，伊讲台湾是按照战争的占领区，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早晚爱离开台湾。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有一点点成效，其实这个成效算是很大一点了。我相信台湾民政府在一年内会接掌政权，所以咱各位要加紧脚步。咱现在是啥？欠人而已，欠什么人？欠台湾人，你唔通想讲你边拢台湾人呢？伊讲伊台湾人，迄不一定是真正台湾人。你讲啊，你摕一个证明给我看麦啊？那你讲你台湾民政府，你讲你摕证明给我看，伊摕出来无？伊摕中华民国迄本迄、那个护照，迄、那个护照啊，无身份证啊？你讲会歹势呢？迄顶管写字你敢看无？中华民国呢？国民身份证呢？啊，所以美国的判决的第三点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。什么叫政治炼狱？一种政治把你教育到你台湾人洗不出去，要给你当中华民国的官员，中华民国总统，这就是咱今日台湾的问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台湾人，既然你若要做真真正正的台湾人，美国现在在帮忙，我们也要配合。所以呢，对台湾所有的人，我们请问我们在座各位，你有捐款还是台湾民政府有给你募款吗？有给你募款的请你举手，啊，没有给你募款的请你举手。这都说多了，我们没有给你募过款，但你不觉得很奇怪？啊！你报纸顶两三千万的报纸，你有看到报纸无？
有无？捌看过报纸？有看过无？有啊，唔捌看到报纸的举手。嗨啦，这两千几万拢浪费去啊！你拢无咧看报纸的哦？咱吼，唔是伫《自由时报》呢，《自由时报》《联合报》《中国时报》甚至《联合晚报》，咱拢有登呢。因为美国甲咱讲，你要全部都登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没有蓝绿之分，咱叫做台湾军呢，咱是台湾人，我们是台湾军呢。这报纸，哎呀，半版的你有看，头版呢，头版的一半呢。咱拢无款，咱算真牛呢。哎，啊，你讲机关呢？啊，我直接去收，啊，我有交钱。哎，你交的钱是创啥？你知不知？不是交给台湾民政府哦，你交的是民宿的钱呢。台湾民政府是没有收你们的钱呢，这很清楚哦，所以你要搞清楚哦。所以今日，哎，你看这张，这张图是什么图？你知不知？去年哈。要去日本的时阵，12月20号出发，伫机场所翕的图。你看吼，你这个有水无？迄是很多老外吼，看到拢要甲咱买一顶啦。你看这是什么名牌？我看一下，这不是名牌啦。Government 就是啥？政府啦。啊 ，TCG 啥？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啊，是哪 Government 个 Government 的？因为咱不爱乎一般的人 TCG 伊看无，所以特别迄字特别搁甲写一个原文出来。这顶帽啊是伫韩国做的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坦白讲吼，这顶帽真正真水。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搁向一边，搁向头前啊，搁甲行一步。啊、我来甲咱讲一讲，因为我即马就讲，明仔载去教课以外呢，各个拢在江苏哩甲咱讲伊上课。我先讲你伫遮上课以后你爱做啥？你普通班以后你上课，你要上国际班。国际班的时阵，你有一张结业证书。啊，结业证书就是你后摆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，但是你要经过点招。法理点章，法理点章就是说你自己愿意要来做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，啊，然后你又参加一个职务点章，你要做这个职务，哦，有六种的职务，我有跟你讲过，让你记。军校要考试，今天下晡就是军校考试。军校考试那种免费，但是你不一定考得到。课的范围很简单，就是新台湾论。所以你要做军校的那本书，你一定要读。你读几部，你就不一定考得到。但是不要紧，你考几摆拢不要紧。你若考两摆以上的，给你加两分；啊，考三摆加四分。啊，你就讲啊，我一日考的，歹势，上济加六分，袂当佫加。所以即摆现最新已经有人考七摆，还袂考过。要继续打拼，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在座来考军校、啊、你考军校以后你可以不就职，但是这没有呢，你法律你办，你有想要，你说到这里你有想要考军校的，请你举手遵守啦，这没有志气呢，只有这些人而已，啊，不然你来这做什么啦，要投法律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再来，你可以参加我们的黑熊部队，黑熊啊，黑熊虽然叫做部队哦，但是无牙刀无牙枪。部队黑熊部队将来要怎啊？我们要接掌所有的警察局，啊加海巡部队调查局含这个国安局。你唔是去做伊个实际上的人，你是要做啥？做督导。啊，你督导的权力很大，你有权力可以把局长换掉。警察局的局长若不听命令，甲换掉，你甲问讲，什么人要起来做？我甲你讲，一摆一摆拢举手讲伊要做。啊，你有财务的权利，啊、这袂歹呢。但是你唔通报复哈，你唔通讲吼，以前我叫警察欺负过，
新加坡哦，你不能不允许我们报复，要，迄、那个一定要吼、哦，秉公处理，啊、哦，这是咱的民政府叫咱大家来要求。美国是希望咱台湾民政府能够无缝接轨，所以有人讲吼、哦，啊，那瓦林的时阵哦，是不是会暴动？放心啦，别暴动啦。什么人啊敢暴动？什么人也去清算？后摆我们没有监狱，那无两人去关啊啦。你也感觉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无两人去关，咱用什么方法？鞭刑。你若讲判两年，啊，看规定两年等于几下的鞭刑，但是一摆你拍吼，袂当超过五个，超过五个会死去。所以呢，一摆袂当超过五个。啊，你若讲甲你判二十个。啊！你一礼拜，哎，不，一个月五拍五个，啊，拍几只个月，四个月，我给你保证，拍了你拢无得坐嘞，你敢让拍你困？你捌看过鞭刑无？捌看下举手，啊，捌看下举手，我给恁看吼，来鞭刑。等下哦，等下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迄屁股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拍了，看看什么样？来。六块不？我们以后就是这种鞭刑。要给你拍的时阵，医生站在边啊。你想看卖啊？你犯罪，咱是安那都爱派人去给你抓，搁派人去给你告，啊，搁煮饭给你吃，搁起厝给你住，啊，你若想我，都爱给你用冷气，啊，甚至还给下烧水给你洗。No， 你犯罪，鞭刑就解决了。打牌啊呐，等于高富帅，嘛高富帅就是讲等于高家己啦。好，你等于啊，但是你要带一个脚镣，迄个电子脚镣。你过去做派华看卖啊嘛，咱后摆没有监狱，干那死刑啊加这个鞭刑，你有赞成无？赞成的举手。啊好，后摆我讲好像你拢讲的，唔是我。但是我跟你讲哈，你也看哈，这个鞭刑实施以后哈，新加坡、阿拉伯拢用鞭刑，很少人犯罪了。你若要犯罪哈，你也该想看嘛，因为哈，鞭刑后摆若讲要死刑哈，佮判一个无期徒刑啦，会死啦，我袂一片，一个月佮你拍五个，一个月拍五个，你不如自杀较紧啦。我唔相信一个月给你拍五个吼，你挡会掉啦。挡到你一个月以后好啊，佫拍，佫避开，佫好啊，佫避开。迄当阵要犯罪的人，请你犯罪。但迄个时阵吼，我相信台湾啦，无贼仔啦，无强盗啦，因为啥啦？因为咱台湾民众会照顾咱所有的人。你有职业，你有头路好食，啊，厝拢有，十八岁以上，政府无条件送你一间厝，但是条件是父母未当有两栋厝以上。欸，你听哦，咱虽然直接咧宣布吼，中华民国拢对你咧学呢，学到有够功夫呢。咱安尼宣布，伊就后壁伊就去改，就改伊个政策。过来。咱要够贵个贵个几个福利呢？看病拢免钱，但是老迄个农民啊，会看病停止。农民看病爱钱，伊是算外国人。哎呀，伊若无钱免啦，国民党你爱出啦、啊，迄是你的人啊，敢毋是？迄十八岁以上，咱拢会当政府来予你一间厝。当时看病免钱，你敢知影？本来六月十五讲老农年金啊，要甲停止，你有看这个新闻无？有无？有吼，即摆唔敢做啊！想想迄是足可恶的。啊，过来，即摆讲一个月赚2.2K 啦，
22K 啦，就是22000块啊，听讲要搁调低啦。全世界敢若中国人算这套尔啦，所谓的最低工资吼，愈调愈低，迄叫真的最低工资。人外国人的最低工资愈调愈悬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生人之前跟我同款，绝对无同。你也知影，因中国人的心态是讲，伊是占领者，伊是战胜者，你台湾人是战败者，你华统治是应当的。啊，但是台湾人唔知影。你想讲中国人有比咱台湾人较巧吗？无呢。你知影？你知影？马英九聪不聪明？感觉他很聪明的举手。你即摆当然袂举手啦。伊是毋是哈佛毕业？是毋是？哈佛毕业对不对？知影伊哈佛毕业会举手？啊、哦，哈佛应该是成绩袂歹嘛。啊，知影伊读建中会举手？建中啊。高中读建中，啊，建中嘛是第一志愿的，啊，你敢是足够的，有无？有无？唔敢应了嘛，拢无人敢应的。我甲恁讲，真歹势，伊读建中的时阵，甲我同一届，我跟他是同一届，但是呢，伊唔是甲我同款参加高中联考考入去。我嘛上台唔知啊，你知影吼？咱读高一的时阵，拢会问边仔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考几分？啊，你考几分？奇怪，都每一次都有一群人不爱跟你讲伊考几分呐。拄啊开始啦，但经过一两个月以后，大家互相斗阵，有感情啊嘛。迄阵伊就老实跟你讲，伊讲吼，我无考。我、哈，你无考，你奈当读建中？伊讲伊是保送，保送，咱台湾人拢无迄个保送，啊你奈有当保送？哎，像我只啊看迄个榜单，榜单是放榜900几个人，高一报900几个，编班编24班，一班50个，多偌济？1000个，啊加偌济？加200几个，加200几个为得来？保送，遐中国人拢是保送。讲伊乔生，马英九即马食髓知味啊！伊开始搁来这套啊，予遐中国人来台湾读册，有无？搁甲补助，有无？为高中开始，搁补伊30000块，伊就赶快这套要回去哩。后摆永永久久拢做你台湾人的总统，拢伊较敖就对啦。其实足笨蛋，我甲你讲，我直接讲个负责人。马英九在高中高一的时候有3科不及格，要留级，也受他48分都不能补考。迄当时因老爸是中国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，伊靠这个关系，所以无落地。啊，无落地啊呐！高二时呐，伊就走去文组读社会组，建中24班内底，高一的时阵落地1班。剩23班，23班内底有2班的文组的，18班甲19班，18班迄班就是拢侨生呢，啊19班是台湾人去读的，啊你要考大学对不对？爱调对，台大法律系，报纸写啊，有无？无伊有考试，伊有考试，大学伊有考，但是歹势吼，他不是考上台大法律系，伊考上的是。那个淡江大学，啊，你还有讲呐，佮加分，佮入去台大，所以因迄年毕业的台大的囡仔吼，学生囡仔，到即马为止，敢有一个人考无掉中华民国的律师，名叫做，你摕足饭桶的，我甲你讲安，暗时间你佮听无，马英九啦。伊来考会掉，迄头脑遐歹，咩来考会掉？刷来去中山奖学金，国民党出钱，佮回去读哈佛。去读哈佛的时阵，伊写论文是啥呾？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，笑死人！伫国际法内底，钓鱼台乃中华民国的，根本没有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啊！海爷指导教授啊，
哎，记得告诉，国家拍死，也记得告诉，全叫哈佛个永远开除。哈佛迄年内底，敢若有一个人考不掉美国的律师，名叫做马英九。这样你笨蛋的人，伫做中华民国总统，讲你领导台湾人，看到鬼有影？三流的，我看不是三流尔，五流的人啊。你看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不能笑。2016年未选总统啊，你放心，我跟你保证，马上他们要离开了。甚至这任内底，马英九都不一定能够担任到2016年。免拍手，免拍手，恁家有足多人选侯爷啦。来来，我讲哦，你要老实哦，你若无老实，你巴肚疼，好了冇？你算有算到马英九，请你举手。安尼念念，安尼念念，无啦，不记啦，不记啦，免后悔啦，世界无迄个后悔的药啦。未知呀，未知嘛无啦。但是奇怪呢，他都拢查某的举手，查甫拢点点呢。敢有影？敢有影？伊有烟头。伊叫做老马呢，六十几岁，我六十几岁啊呢，伊嘛六十几岁啊呢。啊，玩弄啊！我查某有阵甲你抗议。哦，南部人袂使，但是嘛是输。你讲袂选好，人嘛是679万票当选，啊，689万票当选。其实，2011年12月31号。我们在这里办了一个忘年会，到咱现场有100几个人。在迄个时阵，美国就跟我讲，伊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。我唔是直接咧讲咧，你会当去调咱的大出来看。想话美国人无要支持蔡英文，因为2011年10月11号，蔡英文伫桃园高雄的劳工中心讲一句话，伊讲：“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哦”吼，美国人足生气的啦，瞪刀啊啦！这伊讲的。因为蔡英文要讲这个话，进前一个月去美国，啊，咱台湾的报纸拢甲写下，蔡英文去访问国防部有无？我甲各位讲，你听清楚，蔡英文没有去访问国防部，迄甲你骗的。美国亲身甲我讲，蔡英文只不过敢若去国会的办公室尔尔，当时两个人。佮伊讲话，谁若要选总统，都一定要去美国。啊，而且美国会派人佮伊 interview， 就是面谈，因为伊就是要做台湾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主管。所以有真侪人未清楚，我问你咧，每一届中华民国总统选举要就职的时阵，5月20日要就职。美国总统如果没有贺电，他就不能就职。为什么？您知影无？知影这个人举手，知影这个，啊，唔知影举手。哇！所以你拢唔知影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美国是旧金山和平条23条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你虽然当选，美国若无甲你承认，他就不能当这个代理美国军事占领的总统。迄年。阿扁啊，第二摆时当选以后，连战伫咧乱有啊，伫咧凯德格兰大道伫乱有啊。阿扁咧等啊，讲奇怪，啊为什么美国总统没有贺电来？啊，伊跩阿扁去甲问迄个在台协会夏新查某肥肥啊，伊甲伊话啦，有私下有交情，讲哎、欸、啊为什么美国总统的贺电没有到？伊甲阿扁也讲，美国总统的贺电就放在白宫里面，美国总统的桌子上。但你
那叫你的，迄个做中央选举委员会，将你当选迄张单甲打出来，贺电30分钟之内马上就到。你甲回想下没啊？迄当阵啊，黄九霞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伊准备去打，啊，但是迄当阵拿棍啊弄迄个玻璃弄破了了，你唔来记得吧？伊甲打开无一保证，没有一秒钟啊，伊随甲拆掉。但是因为迄个动作打起来上翕咧，啊个现场实况传播30分钟以后，美国总统的贺电到多少点？但是因为安尼下心啊，去予美国改编辑，因为伊讲出秘密。因为你这个总统就职的时阵，就是因为代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主人者。所以这个代志你甲收倒转来，啊阿扁啊，想叫你来管。照道理来讲，伊若讲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者的代理人阿扁啊，都不应该受伊马英九，还是受这个中华民国法律改判改关啊，敢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有这么理啊？对不对？阿扁啊，所以迄当阵阿扁啊，伫3-4年前的时阵啊。又去告美国政府，美国的军事政府，你会记得无？你有看这报纸有无？啊，唔知哦。好，阿扁啊，去告美国军事政府，迄个文啊是我写的，我写的。迄个记者会，我会记记者会安尼，哗，甜甜甜的。照道理来讲，阿扁啊应该爱去告美国军事，甲美国讲。我是代理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我未使受中华民国审判，应该你美国爱我去美国甲审判才对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咱民政府有一摆刊一个报纸，你毋知注意无？足大篇的，要求阿扁啊应该送美国去审判。咱咧报纸一个顶3天尔尔，阿扁啊就为迄个加工内底啊，甲伊搬去。真大间的台中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做什么监狱，可以足快。你们在注意者，你拢无咧注意听，看者啦。迄是咱去讲，是按咱来讲，3年前，美国有甲我讲，叫我去甲阿扁啊见面，就是阿扁要互你爱关的进前，哎，已经离开关啦。甲阿扁讲啥？安尼，你阿扁啊，你千万。在国外遐钱唔通甲回倒转来，你若回倒转来，伊甲你讲，马英九会甲你关甲死，甚至你的后生互你当选，嘛会甲你取消。迄毋是我今日才讲的哦，3-4年前的时候，我直接就安尼讲啊。啊，所以我奉命去跟他们谈，甲因家族谈，讲，我敢伫这个所在安尼讲，我负责任呐、啊。可惜，因后生不爱听，因后生边仔的人甲讲：，啊，你若无去选举吼，啊，恁陈家的性命、政治性命都没有了，你强要选？啊，选一条啊，但是呢，阁无呀，想空想胖就甲你取消掉去，啊，有效无效嘛？啊，美国到落尾啊。美国到现在为止，我可以跟你说，我们除了台湾民主执政，有办法来解救阿扁以外，没有一点点方法啦。因为，当然2016年是美国算了，但2014年，就今年年底选举，咱挡不掉啦。是怎样？咱的人不够。咱4000个，咱还差超1000到1200个。那不是只人来就好啊呢，都要受教育，啊都要点招，啊法律点招，啊职务点招，唔是遐尼啊简单，就讲要互你迄啰。你请咱即摆参众议员，下个礼拜我们要上课3天2夜，啊无我问各位，你也要做议员的，请你举手，无嘛？啊，未晓做议员的举手，你老老实实来，无要紧啦。啊来，也要做官的举手。你是凭啥物讲你也要做官？你是讲去遐我有权利，我要站要抬，
拢会使啊 ？No， 刚刚迄个预算吼、哦，叫你审查，你都不要审查，我跟你讲，你都看无，是不是？所以外口甲咱笑啊！你台湾民政府要执政啊，请问啊，你执政啊，你的程度有法度无？所以呢，无法度，咱只有即马安啦，用钱换知识，上课虽然真艰苦。我讲哇，安尼上课爱搁开钱呢，当然爱开钱啊！你去对上课嘛，同款，干免开钱。但是你无知识，你做一个议员，迄个国会迄个预算书，还是恁州内底预算书，等候你，你袂晓看，啊，你要审什么钱？袂晓讲审查，瞎子摸象。反正都官员叫来妈妈的。啊，要用讲诶，太偌济，太十万，太二十万，太一千万，安尼用安尼吗 ？No， 我们台湾民众后摆要做政府诶官员，还是要做议员，爱有真才实学。当时上课嘛会甲你教讲，你爱安怎来做政府官员，这是套路啦。所以我昨昏甲你问嘛，拢是有一半以上。拢是捌接收人的买票的钱，啊！这是变哪来？后摆变哪去带台湾？台湾人愈带愈歹啊！啊！哪会甘愿即摆卖懵？我们不要执政，你要有决心呐！你真正要为台湾人后代，你真真正正要替台湾人打拼设想，咱的一个主旨为百姓设想。百姓在想啥，咱甲帮忙。啊，这是咱台湾人来去做政府的官员的目的嘛，敢毋是？我讲这话，你会当当一嘴去想看卖啊？我讲的是非常有道理，毋是讲你今日做一个官，啊，就真欢喜。No， 包括你要做一个议员，咱即马有中央级的，有州级的，啊，有郡守的级的。拄我开始的时阵。咱就要做啊，真好。咱后摆吼，全台湾800万户的老百姓，而这个厝内底拢发一只电脑，一切电脑化。爱沙尼亚，咱有一个温州，这个国家以前含电话都无，即摆全民拢总用电脑。伊伫厝内底要申请啥物物件，点落去，就会当解决啦，节省很多的人力。所以后摆咱的公务人员唔免坐，无定是40000的都有够啊，即马是200000啦。中华民国200000的公务人员，咱无定唔免遐坐啦。但咱的薪水真高，你要做真好，而且唔通贪心，唔通。你想看嘛？你有通食，有通住，啊有小食，啊有厝，啊读，囡仔的教育拢免钱。咱有一点哦，咱即阵马上宣布，迄个800000的大学生的助学贷款啊，拢免还，政府甲负担，好唔好？咱内底有迄个80000的其中的一个无？大学生内底，啊有甲政府、甲中华民国助学贷款，有个人举手，啊，我甲恁报，后摆体拢免还。要看我们什么时候执政，我想咱一年内底会执政啦。啊，若执政的时阵，这拢免行，啊，看病免钱，啊，为幼稚园开始，读到博士，拢政府甲你负担。你若要去处理留学，政府甲你负担。这才是真真正正台湾人生活的目的嘛。咱伫遮有捌讲过，我讲我们台湾要做医疗国，因为咱台湾读医学院。足多，而且医学院拢头脑真好，因为以前无人敢读政治嘛，所以读医学院的遐医生啊，咱来甲组织，改做全世界上好的医疗伫这个所在，全世界有钱的人拢会来他来这个所在啊，做医疗的迄个服务。咱台湾有迄个资格，啊嘛有迄个也做水准。哎，咱一个人咧讲，这两天中华民国开始讲，伊嘛要创医疗国，
对，咱若讲声，伊就要对声就对啦。啊嘛好啦，这样也好啦。后摆我们执政以后会较方便。啊，好啦，时间够够啊，明仔再去，明天早上7:30再见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同学，咱下课又过10分钟，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